施了法，而中了魔法的人看到的唐三都是这个样子，唯独只有唐三看到的自己是正常的模样。这样的唐三肯定没有人会喜欢的，再也不会有人给到。只要唐三收不到，永远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唐三独自一个人在公园里哭泣，这下该怎么办呀？唐三，你不要伤心，我相信一定还会有人喜欢你的，你一定要开心起来啊。